又个在播住玩捞一吉杨柳三。咁大家应该记得啦，我拍完第一集之后咧，咁我问过大家仲想唔想我拍落去啦？咁我见到好多观众、好多波友都想我继续拍落去嘅。咁但系无奈之前咧，我就未有时间可以即刻出到片俾大家睇，所以今日我决定拍长篇一啲，希望大家唔好嫌我太长啦，系咪？希望大家唔好嫌我呢条片太长啦。个上一集咧，我哋咧就救翻阿博士。而我哋咧，亦都学识咗咧，用电灯照啲鬼咧，系可以令佢啊暂时 freeze， 然后再吸佢翻嚟，系咪即系代表我哋已经有方法可以救晒其他嘅同伴呢？去做乜嘢？我哋出去啦，系咪 ？Come on， let's go！ 阿老爷跟下嚟睇下，喺嗰度啊！我个样啦，哦，搭电梯嘅话呢一瞬间就可以去到地面噶啦，快啲啦，趁我哋未俾啲鬼怪发现，快啲走啦！哦，你睇下我只脚震到条椅震咁就知道，嗯，我而家有啲想赖尿，喊唔喐，算啦算啦，你走先啦，走先啦，暂时都系走先啦，搭电梯搭电梯，喂，吉弟啊，系似的系似的。喺啲灾难嘅时刻，钱都重要噶嘛，系咪啊？鬼怪嘅传闻亦都应该流传啲乜嘢噶喎？收集多啲啦，话唔定有啲好事发生咧，收集起嚟咧。原来呢位博士都系贪钱嘅人，你咁贪钱吓、啊？我急走埋你个假发，你个肯定系假发嚟嘅，系咪？啊，你蒙猪眼啫，喂，你冇眼睛嘅呢个呢位博士喂，哎呀，好恐怖呢个博士，冇眼睛啊佢，佢同大雄一样，唔戴眼镜嘅话咧，系连只眼都唔见埋。好啦，我哋点解会咁样噶？成个电梯嘅按钮俾人掹走晒，究竟发生咩事呢？而家点谂都冇用啦，我哋快啲去地下一楼啦！即系冇谂过啲 lift 嘅掣都可以俾人拎走，真系连个掣都冇得揿啊！不过咧，啱啱我被困喺二楼嘅时候咧，完全注意唔到附近有你个同伴喎。佢哋会唔会喺上面嘅楼层啊？咁一嚟咧，冇按钮嘅话，真系好大镬啊！佢个头真系好在意一样嘢，点解佢将个头遮到咁尖咧？吓，你系咪想必要时用你个头去笃死啲鬼？哎哟，吓死咪咧！个博士笑我，你竟然敢笑我？哎，嗰只鬼仲喺度啊！哦，系侍应鬼啊！哦，嗰只眼特别大只。个博士匿喺我哋后边，佢走佬。吓？点啊？佢推走架车，佢想做乜嘢？佢想掟我哋，攞啲行李掟我哋。你应该知道嗰个系北极公主，北极公主嘅行李箱系咪啊？烧镬你，你吸走佢嘅行李，吸走佢行李箱，吸走佢啲嘢，烧镬你，啊走走走走啊嗱，走啊嗱，侍应仔，我未俾贴士你啊，应该话攞翻啲贴士嚟，啊攞你身上嘅贴士嚟，我包你，攞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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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啊照你，攞翻身上啲贴士嚟啊，你唔配做侍应啊，你服务态度太差啦，啲贴士你唔应该攞嘅。系，呕翻啲贴士出嚟，啲贴士等我帮你攞。不过仲未死咩你？你仲未死咩你？哇！我好打斗一佢，佢行嘅声又抌唔到我。你真系好渣啊！你无论系做鬼定系做侍应都好，你都唔合格。你翻去再培训下啦。哦，发生咩事？佢变咗两嚿螺丝。咩意思？呢嚿咩嚟噶？一同埋五，哦，佢呕翻两个掣出嚟啊！原来佢系个掣，啲鬼系个掣。今次真系顶你个掣，系顶啲鬼，顶到佢变咗做个掣，吸佢个掣。哎呀，嗰啲掣电梯按钮啦，应该系俾啲鬼怪拎走噶。
但系呢都得两个啫，其他按钮会唔会俾其他鬼怪拎走咗咧？好啦，总之咧我就去翻架车度先，俾啲正嘢你睇啊，跟我嚟啊！唔会你收藏嘅嗰啲嗰啲 action video 啩，我唔要睇咯 ，OK。收翻埋两个仔先。好啦，有啲咩有趣嘅嘢咧？有啲私人珍藏。阿博士嘅私人珍藏，系一顶帽，唔系，系一个盖头盔，定系屎搭盖？连阿绿帽先生都估唔到佢系乜嘢，都系个投射器。哇，好震啊，好震啊，好震啊！哦，咩嚟嘅咧？仲有啲光咁绿嘅喂！哇，变大咗，系个基地啊！原来，哇，勾晒嘴，佢个嘴大到可以塞得落十个汉堡包。哇！你有基地。哇！嘿嘿嘿，欢迎嚟到我嘅实验基地。呢度咧系我嘅天才发明品之一啊，又坚固又安全，仲有冷暖空调嘅移动式研究室。系啦，以防万一，我想话咧呢个带埋嚟比较好嘅。讲翻转头咧，点解我喺呢个饭店入边啊？呢、這个讲翻起嚟咧，就说来话长啦。简单啲嚟讲咧，就即系话我俾人困咗啊！有一日咧，我收到自称话系呢间饭店老板嘅人寄嚟嘅邀请函，上面写住要将世界上嘅珍贵鬼怪收藏转让俾我。对于我呢个鬼怪嘅研究家嚟讲，哇，真系正啊！呢个消息。於是我就答应了邀请啦，点知呢个系一个陷阱，我就被捉起嚟啦，而我最重要的鬼怪收藏俾人拎走咗。可恶，入边咧就你好唔容易先捉到的鬼怪嘅，特别是可以收幽灵王啦，即系我最爱的收藏品，我原来是你放出嚟的。哎，你讲咩话？又害羞幽灵王俾人放咗出嚟啦！哎呀，大镬啦！饭店老板条友仔喺度做乜嘢啊？啊，路易吉啊，既然系咁样，我就希望交喺你身上啊！你系主角啊嘛，系啊，你系主角啊，我食花生嘅啫。你用啲咩方法都好啦，一定要攞翻我啲鬼怪收藏翻嚟啊！好啦，就咁决定啦，路易吉啊，你冇得决定噶啦，你快啲将目前为止捉到嘅鬼怪通通带过嚟俾我。呢度你又做乜嘢？有插电，插个吸尘机，点解要插嘅喂？哦，我吸完啲鬼怪可以带佢翻嚟送翻入去嘅。哦 ，OK， 你捉到嘅鬼怪咧，可以喺展示间入边睇到嘅，可以收藏嘅，都系当 figure 咁样啦吓，捉啲鬼嚟当收藏品，鬼怪模型。诶，老爷吉做乜嘢？你系想叫我唔好一个人自顾自地咁样讲？啊，系啦，你嚟嘅目的咧，应该救出你嘅同伴啊嘛，我争啲唔记得咗啦。点都好啦，你都系探索下呢间奇怪嘅饭店啦吓。佢已经熬底，有熬青啊佢。我终于明白点解佢系绿色嘅，因为佢熬青。好啦，等我俾一个我伟大嘅发明品你啦。咩嚟噶？模拟眼镜布叫做 VB， 系咪 VR 啲 friend 啊 ？VB 系最新型嘅虚拟实境装置啊，鲜红色嘅画面好时尚嘅。呢样嘢如果攞出去卖嘅话咧，肯定被疯狂抢购啦，嘿嘿嘿。用 VB 嘅话咧，就可以随时同我联络噶啦。啊，我哋等阵先啊，使唔使要试下通讯测试啊？你睇 VB 嘅时候咧，就揿个加掣啊。仲有一样嘢俾你啊，就系呢个啦。你边度拎出嚟噶，博士？路易吉啊，你可唔可以将呢个荧幕装置安装喺个电梯入边咧？加电
交俾我咧。至于咩嚟咧，我等间再详细解释啊。好啦，快啲过电梯嗰边啦，拜托你六亿吉。同艾亚威讲嘢，指南设定展示间。多人游戏，咦可以多人游戏嘅喎，即系而家已经可以，哦，点样多人游戏咧？喂，游乐园，哦 ，OK， 即系啲小游戏嚟啦，同大家同乐嘅小游戏，唔紧要，我哋继续探索饭店 ，Let's go， 哇，有地图啦，而家我哋右上角有地图啦，正啊正啊，佢点样安装咧？诶，就咁揿一揿 ，OK， 咩嚟噶？搞掂，我讲广东话翻佢，搞掂，啊，搞掂。嗱，老叶吉系识讲广东话嘅。Hello 啊，老叶吉，睇嚟你已经安装好啦噃。呢个装置咧，可以将电梯嘅楼层同埋地图资料吸取出嚟噶，然后显示喺荧幕上边，好方便啊你。睇住啦，将啱啱嘅呢个电梯按钮装上去睇下。哈哈，哦耶你 ，here we go， 哇喺度喐嘅喂，哇吓死我，自己吸入去喎佢，仲有一粒，究竟边度拎出嚟嘅咧？佢收埋喺个啰柚度，根本应该有两个位先至可以摆得到两粒楼。咁一嚟咧就可以睇到新嘅电梯楼层啦。啊！仲有令人惊讶嘅咧，就系呢个装置同 VB 系连到埋一齐嘅，地图资料可以自动传送到去 VB 嘅，随时都可以睇噶你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而家可以上去啦。废话少讲啊 ，Let's go！ 我哋而家可以上楼层啊，去一楼有主要大厅，有五楼喎、哦。我哋试下 VB 通讯先啦，打俾我啦。咁烦噶你，咁婆妈嘅，唔想同你倾偈啊？咩料啊？喂，测试测试都系天才天才嘅哎呀威博士。好啦 ，Tilly 好似冇问题喎、啊，咁一嚟你可以随时随地同我联络啦，嚟啦打俾我啦 ，Handy 好寂寞嘅一个人。喂，吉，如果你想揾我嘅话，就咁样同我倾偈啦，我偶然都俾啲 tips 你嘅。另外你记得睇记事簿嘅时候咧，同我讲一声、哦。啊，记录簿咧可以查阅你嘅探索记录噶。好啦，开始啦，你去五楼啦，你拜拜。我个房有个包包啊，帮我攞过嚟啊，唔该。哇，佢咁懒嘅你啊！我间房系几个 number 咧？你知道地图应该揾到噶啦。好啦，咁你就奋战到底，要活住翻嚟哦。呵呵，哼，想咒我？立 fat 系咪要活住翻嚟？通常喺动漫嗰啲讲话咧，你记得一定要活住翻嚟就会惨死嘅。放心，我唔会活住翻嚟，我会变鬼翻嚟揾你。上五楼，我哋轻松上五楼，嚟个旋转的塔舞，嘿嘿。我咪话笑话，五楼使咩咁耐啊？哎，到啊到啊，五楼啦。五楼我印象中好似系其他人嘅房间嚟嘅。我哋惊惊。其实我哋惊惊还惊惊，点解要打开盏灯？咁啊，俾人知道你喺度啦。哦，惊惊猪嚟噶我哋。哦，你到五楼啦。咦，有人打电话俾我，边位啊你啊？做咩啊？喂，老爷吉啊，突然之间咧谂到唔记得同你讲啊，嗰台新型嘅鬼怪吸尘机咧，仲有一个功能噶，我叫佢做吸。本发射就是、你嘅新武器啦，揿实呢个 Y 发射就可以射到去平面上边。你试下啦，而家我包包拜托你啦，嘿嘿。Jacky， 拜拜。拜拜。好啊，等我试下先。What can I do？ 好啊，跟住揿揿咩掣？吸啊 ，OK， 跟住揿 A 掣就可以掟烂佢啦。啊 ，I get it。Oh yes。又解除咗我哋暴力嘅新技能啦，就系、射一射佢，再吸一吸佢，就可以揈鬼爆佢。小朋友千祈唔好喺屋企啊，乱试你嘅吸尘机啊，打打烂嘢咧，就应该会俾你妈子用个吸盘吸到你啊开花。咦？呢个咩嚟噶？咦？有啲嘢喎，咩嚟嘅咧？
阿佬有道门喎、啊，系暗格。哇，就好多蜘蛛添喎呢度。哎呀，招地，招你。跟住咧就过去，可以过去、啊。OK， 吸走啲嘢先。哇，越嚟越多蜘蛛啊，大佬。哎呀，好激激我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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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！咦，呢个咩嚟个窿嘅？哦，你嗰粒宝石喺出边喎。但有咩关系呢？好啦，我记得咧，佢间房咧，博士间房好似系，哎哟，佢自己喐嘅。耶耶，我觉得好笑咯，成件事系。咦，有504号房喎、啊，逐间房行下先。呢间系咪我之前嗰间房啊？咦，点解厕所唔同咗嘅？有冇人喺入边？喺只蜘蛛入边。冇嘢啦呢度。好啦，我哋去搵博士间房。博士间房好似系505，有老鼠啊，吓死我！好啦，呢间房仲唔系博士间房？我哋大扫除先啊，首先，哎呀，开到喎、哎呦，吓死！哇哇啊，我头顶有只蜘蛛啊，救命啊，大佬！喂喂喂喂喂喂，点点算点算？避开佢，避开佢，喂，臭猪！哇，吓得我啊！只不过呢套晚礼服又想点啊？咦？哦，我知啊，可以将佢变成真嘅金币。哦。哎，佢催我，唔好催我啦，攞包包吧，得啦，攞包包咯。一间房俾人508啊，原来系睇错，唔好意思。Sugar Sugar， 原来喺508 Sugar Sugar， 我哋极速去 Sugar Sugar 嘅508号房。Come on，Let's go！ 呢啲咩嚟嘅呢个？咁搞笑嘅吓？有个，点样拎起佢咧？喂，点样拎起佢？掹唔到喎。咦，這個呢咦，似可以射爆佢喎、啊！射爆你，射爆你 ，yes，ok，great， 用啲旧嘢原来可以打爆你雕塑，保龄球嚟喎，呢个正宗保龄球。這個、呢个咧咩嚟噶？有个窿。哎哟，只鬼喺度做乜嘢？喺度刷牙喎、啊、佢。咩料？喺度擦屎忽，我偷窥只鬼冲凉。点解我要偷窥佢冲凉？算啦，好嘛，我哋走啦，好嘛。唔好意思啊，鬼，我都唔想偷窥你冲凉。好啦，呢边仲有冇嘢可以打烂佢？哎呀，吓！哎呀，吓死我！哇，大佬三只。三只，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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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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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走 ？No no no！ 啊啊啊！我走，十只 KO。Come on！ 其实唔系因为用吸盘啫，事啊，大家冇乜分别，都系扯佢啫。好啦，太简单啦，你哋。好啦，到啦。到啊，博士间房。咦？哇！呢、這个似系啲 boss 嚟，女管家、啊，大大只嗰只。佢话哦，做乜嘢啊佢？哎哟，哦哦，做乜嘢？佢惊过我啊，反而系佢吞咗吓，个傻仔吞咗盒嘢，但系出唔到去。哎呀，又出到去喎又，我大镬啦！佢抢走咗盒嘢喎，点算好咧？呢啲系咩嚟嘅呢啲？
一次系炮弹嚟喎。哦，银嚟嘅，哇咁犀利啊！博士，你收埋你啲钱，竟然系收埋喺个药樽度。博士，你应该唔介意我会整烂晒啲，然后偷晒啲钱噶，我应该唔介意嘅。你变啊，睇埋先。我哋帮阿博士啊，减轻佢嘅财富压力。呢个咩嚟嘅呢个？诶，可以装嘢喎，睇睇啲乜嘢？博士喺度睇月亮，上啊，上啊，上啊！吓死我咩？惊惊咩料？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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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冇得走！你啱啱吓我，你吓我要付出代价，阻住我上月啊！爆你月亮我！我要代替月亮警恶惩奸，惩罚你啊，菊花！我而家再提，冇人可以再阻止我噶啦！我而家再提，有种你揾到只上嚟啊！再阻止我一笨笨，冇啦嘛！咦？咩事又打你？点啊，博士？我啱啱先至整唔见你盒嘢，女吉啊！你依家咩情况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啱啱有啲嘢忙紧啊，暂时离开咗啊！你讲咩话？我个包包俾女仆鬼怪偷走咗。咁你仲发呆做乜嘢？快啲追啦！我唔中意啊，我只慢慢玩啊，你吹人咩嚟噶？唔通呢样嘢可以淋花？做乜嘢？你可以帮佢淋花，我帮佢淋花啊！呀呀！咦？淋完之后朵花变大咗喎 ？Hello！ 啊！但系朵花俾我。算啦，朵花都系俾我整烂咗。呢间房入过嚟喎，厕所有啲咩攞啊？哎哟，吓死我咩？阿博士，咩玩法啊？博士部机攞你命三千啲啡嚟喎！哇，呢个正啊，呢个，哇哇哇成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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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想试下用银纸厕纸啊，真系啊！原来博士用银纸嚟擦啰柚嘅。呢、这个收音机系做咩嘅咧？又有 feel 啊 ？OK， 我博士真系识弹。好啦，系时候攞翻博士个包包啊！诶，咩料啊？一啲都唔恐怖咯，好冇？又关埋我。你知唔知你之前你啲同事系点样咧？发生咗咩事咧？你知个嗬？一次过吸两只，哇，好玩啊呢下，爽啊！一次过爆你，走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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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啦走啦走啦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，走！哎呀，搞到我喐街，喺边啊你？出嚟，扮晒喺后边，走啊走啊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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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吸走你。揈都唔使揈，佢哋食紧通心粉咁样，索一声吞走嚟。呢个咩嚟噶？哇！钱啊钱啊钱啊！得得得得得，我知道我知道。All money, all money， 得成女用，不安心平用啊！而家吓，阿女用偷走咗我包包，女用去咗边啊？女用 ，Where are you， 女用？女佣跑咗去边啊？女佣，女佣，攞去右边，汽水机喎呢度，哇又系钱，人哋汽水机咧就应该卖汽水嘅，但你系跌钱出嚟，啊见到你啦，喺入边505号房，见到你啦，走啊，走啊！走走啊啦！啊，攞个土匙嚟打爆你啊！惩罚你咁中意吸个伤，吸个伤噶啦！哎呀，走！冇得走啊你！喂，阿 U 啊！佢穿咗墙个隔离房啊！
OK， 我知佢喺边啊。系咪呢间房？哎，见到你啦，走啊！射你肚心啊！系啊，我依怪女佣啊，不安心平庸，呕翻个箱出嚟，入嚟啦你，吞咗你 ，yeah， 死肥婆，卖菠萝 ，yeah yeah yeah yeah， 好啦，个箱系我噶啦，系啲咩嚟喺入边？金箱一个 ，hello， 咩嚟噶？诶，哇，个三号啊，三楼啊，可以上去。耶耶耶，打嚟啦！啊，唔单止包包喎、啊，连新按钮都拎埋喎，你叻仔啊，你啊，刘亦吉，今日翻嚟实验室基地啦吓。诶、哎，我哋翻去先啊，入 lift。哦，系啊。三楼 ，yeah， 点样嘅？次次都系自己入嘅，自动 lift 制佢。哦耶！哎，听嚟你可以三楼啦噃，但系之前咧，边度拎翻个包包俾我先啦，好嘛？好，攞来先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嚟影张相 ，cheers。博士，我翻嚟啦，博士。太好啦，你平安翻嚟啦，攞翻个包包俾我咧。佢真系伸手拿来，饭来张口。嘿嘿嘿，就系呢个啦，就系呢个啦。而家呢一个终于可以用上战场啦。我都知道自己已经老到唔可以捉鬼怪啦，所以想开发一个帮手嚟代替我吓，唔通系一个帮手？一个捉鬼嘅电脑机械人咩嚟噶？哦，佢应该系复制品，我哋嘅复制品系嘛？开发呢样嘢咧唔系轻松嘅事嚟噶，啊，要叫某人咧嚟测试下个动作嘅。嗯，你话边一个似帮手啊？诶、哎，唔好咁心急先得噶，睇住刘亦吉，将佢装到呢个鬼怪吸尘机上边，向后转一转啊！哎哟，你塞错。我以为佢塞错位添，一夜将啲绿色嘢注入咗落我身体上入边。好啦，咁样就可以组装完成啦。系咁啦，而家开始训练啦。你先奇趣下，咩料啊？咩嚟噶？呢啲绿色嘅 juice 系咩嚟噶？苹果汁，青苹果汁。做乜嘢啊？佢，哎哟，做乜困住我哋啊？你，你做乜嘢啊你？佢冇啊，冇事噶你。嘿嘿嘿，你而家企咗我嘅圈套入边啦，嚟吉。我讲笑啫，但系唔好意思啊，我可唔可以将你运起嚟啊？你都运咗啦，好嘛？我而家要教你点用呢个鬼翼吉。令佢消失嘅话咧，揿两次就 OK 啦。好 ，Hello。Oh my god！ 佢变咗堆绿色嘢啊我。佢可以穿过呢啲墙或者系排气孔呢啲咁细嘅裂缝噶，佢个身体系相当之柔软。嚟啦，快啲试下啦！吓、啊，就咁行出嚟我咩料啊？我系根本系一嚿啫喱，我系一嚿萝卜神啫喱，我一个绿翼吉啫喱。好啦，记得每一次咧揿两次去切换角色啊。咁我点样行过去啊？啊，变咗滩屎啊喂！只要掂到水咧，佢就会融化消失噶啦。你应该煮到啲嘢啦，系咪 ？OK， 再嚟个。点解要从后边屙出嚟咧？搞到好似一啲排泄物咁样啊吓！我哋唔掂水就得啦，系咪？唔掂水，兜过啲水。好啦，机行过嚟。我又揩到水咩 ？What？ 远距离吸下佢。点样揿掣咧？可以？照佢，定系用个吸管？我、哦、可以直接吸起佢。OK，come on。诶，但系迅速又放咗手喎、哦。正如我所讲咧，每揿一次 R 就可以切换两个角色噶啦。即使咧进行紧吸或者拉嘅动作都可以切换噶吓。即系我拉即系吸住嘅时候可以揿 R， 诶得喎，可以切换喎、哦，哇犀利喎！分身嚟喎，两个系
变咗火影嚟噶，影分身之术，液体分身之术。今日训练暂时告一段落啦，我哋翻基地先啦吓。阿龙爷，你真系好犀利啊！啱啱有件事想话俾你知嘅。其实咧，呢个实验室嘅基地嘅感应器咧，可以感应到奇怪嘅建筑物嘅存在噶。经过一番嘅调查之后咧，我发现到呢间饭店附近有一座经历万分嘅高塔。龙爷吉，我知道你好搏命想揾同伴系咪？但偶然换一下心情去高塔行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嗰度咧好似有好多值得捉嘅鬼怪噶，试下自己基大嘅本事啦！咩料啊？如果你当我哋系咩啊？我哋系 Pokemon 啊？啊？你精灵训练员，我系鬼怪训练员系咪？我已经设定好啦，你随时可以去基地去高塔度望下噶。选择多人游戏入边嘅恐怖高塔啦，就可以挑战噶啦，加油啊！啊，系啦，讲到转换心情咧，我仲推荐一招去游乐园嗰度休息下咧，好冇？嗰度可以同朋友对战小游戏嘅。啱啱我去到边度呢？啊，你可以去新嘅楼层啦。好啦，快啲去啦，去三楼啦。OK， 好啦，暂时我哋今集玩咁多先，都玩咗成个钟啦。如果大家仲想我玩落去，挑战下一层，直达到我哋去救到碧姬公主同埋 Mario 嘅，欢迎 like and subscribe 话俾我知。咁我哋下一集，我睇下大家想唔想我下一集都出咁长嘅片，一定系去翻普通影片嘅长度啦吓。咁啊 ，like 话俾我知，或者留言话俾我知。咁啊，我系波子，我哋下一集再见。我真系极度发现一样嘢，就系老日吉其实就系天生帮阿妈打扫屋企嘅好帮手。佢又有吸管可以通厕所，通呢个屎坑渠。佢又有吸尘机可以吸走所有嘅尘同埋垃圾。佢而家仲犀利啲，可以分身，一个唔得变两个，两个一齐打扫屋企，高招。